认识药师法门的护持者，十二神将药叉。十二神将乃药师法门的护持者，十二神将又称十二药叉大将或十二神王，在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里有载，此十二药叉一一各有七千药叉以为眷属，同时举声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蒙佛威力，得闻世尊药师如来名号，不复更有恶趣之步，我等相率皆同一心，乃至净行归佛法僧，适当附和一切有情，为作义利，饶益安乐。这十二神将将在昼夜十二个时辰及四季十二个月份里轮流率领眷属守护众生。有趣的是，这十二神像从最后的毗羯罗大将起到最初的工毗罗大将为止，其守护众生的时辰刚好是从子时到亥时的十二地支，而且其形象也都与我国民间流传的十二生肖有关。毗羯罗大将带鼠冠，昭度罗大将带牛冠，一直到最初的工毗罗大将则是头戴猪冠，其次序与十二生肖完全吻合。